又因为吹水来吃出三股的魂瓶，皇帝说话的狼是不孝，俺今天最高关心嘛，俺也不行，三股一就为姑娘弄危险，难道亲家爱我个吹素还金吗？子孙啊，你也到底去和东营点去了，你要时间你家营营散步，是不给天助比琴是既然你怎样为何不被救人？我是想说师尊拢无管咯，我这个师兄插什么手，而且我认为不给天助比琴影中人比坑伊在武林中拍拍走也较安全，再说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爱办。什么事情？就是这件，师尊拿去吧。这是东瀛的移魂术，我好不容易才得到手，师尊你就照手中的方法去做吧。素还金啊，功力领去，你去金都城。我也应该有所行动。救无忌，万不自禁，现在救到命在旦夕，看心中的口气，也是救急的救无忌天助人。大哥，为什么叹气？我可能无法再加力。什么？你有能够为，是无力的大力救助。你的剑术已经有基础了。我现在将考骨给你，你自己依照考骨练吧。为什么着急的离开？你叫我卖对你讲感情，我就无讲。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开啊？不是因为那件事。哪里我以为当讲咯？不用急，你再讲我就离开。讲着你就会走，无讲你赶快卖离开。哪里我不是讲起来痛快？我是为了去救人，如果我命等，你再继续干；如果我死，你也不可荒废武功。来，考官闹去。你也是为了找我这去卖命，我真是受不了，有什么好？根本配不上你。不可胡思乱想，我去救人，不是为了事情，只是……只是作用，你讲啊。是为了中原的骨气，武帝天助为欧本陷入险境，我被调查欧本的内容，一定要将伊救出。那救人之后呢？之后，武帝敢要义休？伊一个人去跟人相杀，万一有什么三分两地，我这个活着有什么意义？我一看见我打败飘雪金雕，我比他勇闯江湖。无桥兄弟，你剑多刀，单枪匹马未来求人吗？不是，穷不敌天子高僧，爱郎并不输。你想害我还可以用剑断，我朝皇帝的专心击退吗？去花魂姑娘，去家里呀，在修行的心目中，你是如此珍贵，你真正的眼泪就如同心珠，捐出来，看我怎样证明我是真心真意。啊，你就亲像古代历史，我就是赵宗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比赵宗对历史一直一深，一道明珠万道求。无边春色来天地，
这就是咱的想象。西宫军准备再修几度吧，走起！紧张紧张紧张！莫非在第八天，终于起身了？也供出什么文？奉西宫军新秀当中，也死在新家家门。连莫家来挥出的怪物是莫事情，与五百有什么关系呢？京都被夺，新兵兵家不会采取什么行动？我朝红军究竟是无忌天尊吗？有第几个？请继续做看我们的多的戏《霹雳红波》第23集《军医精品》。我说红军已经已安全不马快一不要动员，也就军医群众已经失控无限了。东京武将土定等夫变化别离，我说红军的红军更高是新的话，一天都将高明七公冰箱。我说红军一归用驾身比修进牛逼传闻中进猛上。一波震动，我朝红林挺身挥用击鼓，刀下红林一鼓中。我去前线，我军困前的五桥红军，按照我们的不幸福地天走，准备夺出重围，不惜一不忠心了。我的要领全都救，就在反突的一击之前，挽救高位。我哥，我哥，你先走，我来挽救。有什么？先走。那，我的一力坚贞不屈。虽然跌了一两手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我朝红军决定救人为先，趁机脱离现场。我朝红军交流部。历史八戒一人，武器天色已经中毒，我跟众人告我吧，我如何相信你？同弟弟来救人的信号就是我所唤，放心了，我就要对他不利，就不可能拜托你去救他出来了。你又不换一滴也都换了，老他在身边是一个负担，不哄你爱赶紧去救你的朋友。好吧，我给天作七鬼来之后有点恶本之身，请通知我，我会转过去。请我给你翻头救人。人去路，你的路子则比我熟悉。我军后进军为对袭击的汉子，我以破裂接给你，则天欧高后面带来忽悠，日个人归本，就不掉将穷人送回。团委完毕，就。